我要来分享一件事情，是一件重大的事情。这真的就是突然间就来了，可能两个小孩在大一点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。总之呢，我们自己也都没有预计到。噔噔，就是他，很有活力，很有活力，很有活力。小狐狸犬非常的皮，它也是牧羊犬种的，体力会非常的好。然后我们也就是也打算常常就是带它出去散步。它是一月出生的，它现在半岁左右，还是一只小小狗，是一个小男生。这只它体型还蛮小只的，然后它毛现在是剪掉的状态。我觉得小朋友最开心啊。我自己本来没有特别想说要再养一只小狗，我以前就是有一只小狗，然后它是马尔济斯，它叫做 Amy。 它大概15-16岁的时候就是离开，那时候我刚怀想象，大概2-3个月左右。狗狗走的时候，我妈又没有跟我讲，她是怕我伤心。然后去看它的时候，我妈就说它在3-4天前就离开。我其实真的内心非常的受伤，因为我就觉得他走的时候我没有在旁边看他，然后他就这么走了，当时很无法接受就对了。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怀孕非常不舒服，然后又收到就是比较多莫名其妙网络上的攻击，就身心灵上面就特别的脆弱的那种感觉。前面 Amy 的关系让我觉得我不想再养狗，因为会让我非常的伤心，如果就是他走之后。现在这只呢也会有点就是想到这样的事情，但是不会那么伤心，因为毕竟他就是活生生一只非常可爱的狗狗，而且他也蛮疗愈人心的感觉。其实我也是很开心他来到我们身边，也希望就借由这只狗狗来教小朋友如何去照顾。我老公呢就觉得他好像要照顾4个小孩一样，因为就是平常2个小朋友都他来顾，小狗当然就越像是个小孩一样。有的时候呢我也很爱跟他闹脾气，有时候也是也要他照顾，他就很像是照顾4个小孩一样。没关系，他就是喜欢就好了。总之我们就带他回来了，我们家就多了这个新成员小小汪。原本就是我爸妈在养，故事有点复杂，有点多，这个就跳过，因为其实这个不是很重要。名字也是他们取的，其实小小汪念起来我觉得有点不是这么的顺口。那小朋友很常叫小汪汪，想要给他改比较多的名字，但是一时又想不起来，就没有心理准备这么快就会养只小狗狗，反正就先叫小小汪，再看近期会不会想出新名字。来分享一下他之前很小的时候很可爱。陶醉，怎样？你是怎样？这小小的时候有点，啾啾啾啾啾啾啾，啾啾在这里，好可爱哟！我干嘛那么兴奋对我？我看，我要看他的脸。嘿，他蠕动的样子也太可爱了。好了，你想我？就抱一团毛球。你想我对对？可爱死了。他没有，他不是猫，你拿来是干嘛？这个女人。哎，你不要用那个，他又没有要那个。你是小毛球吗？你很爱玩，体力很好。橄榄球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可爱哦。看看他很喜欢你。让我抱抱一下你。为什么刚刚这样子？对呀、啊，他以为你在跟他玩呢、啊。要抱好哦，不能掉下来了。下大雨了，好可爱呀、啊！抱人干，洗手哦，抱人狗要洗手。走，可以抱，但是呢，你放下来它就会。眼皮很重的小姐姐。
跟了我们回家的小小汪。本来他很害怕，但现在看起来安心多了。最棒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暂时把它安置在这。刚回来的时候超混乱的，有两次尿尿在外面了，但至少它已经会进去了。反正现在就暂时先这样。小小汪，小汪，嘿嘿嘿，你这边怎么脏这么快？好了，我帮你擦一下。你可以冷静吗？太兴奋。我光看你这样就觉得很好笑。是什么？都是你口水。慢慢走，他就会跟着你。他是用跳的，对，他很像那个羊，他像小羊。我现在有线哦。谁弄的？后面那位。你们干嘛一直拍手啦？还小吗？自嗨歌。小姐姐的娃娃你最喜欢了，是不是？开始认识新环境，对不对？再看，再看。第一次要出门，我们出门去散步好不好？他好像以前没出门散步过。来，这个。我要把我勒你，那把我勒你脖子好不好？他不会抗拒你。结果真的，第一次要出门散步，先拉扯。就是按下去，他就固定了。好了，他也没有说到很不习惯啦，就是想说第一次尝试。你说走，走，给我。他没有要往前的意思。他如果不走的话，不能这样用力拉。可他不能咬绳子吧？他还在习惯呢。来来来，这边要咬，走吧。小小旺第一次要在外面的地上走，你们要练习，再带他散步好不好？好吗？好。来，先来喽。不然他会觉得怎样？他有点不知所措，他有点紧张，他在发抖，他在发抖。他应该不知道怎么走啊，你要先好好前走。他现在变这种状态，因为他刚下地很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超级宠物狗哎，你再试一次，快走路就可以吃气死。我们再来试一次，在地上。不走没关系，慢慢来，下次大家出来。他觉得外面很可怕，好像是有点往前走的。他会走了。等他很会散步了，再给你们。来。什么意思？走走走。假的，慢慢会走了。不要吃，不要吃。树叶也要吃。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。来小旺，来小旺。好可爱哟。好甜啊！突然爆好像越来越会了。
不是超我吗？原来要练习散步好像也没有很容易。你每次到食物的店面前就停下来。过马路不太知道过马路。马路想要一直在那边吃东西。槟榔。爸爸很认真在看。走了。好不容易到公园了，到公园花了好像比平常多了两倍的时间。到公园就累了。哦，那一只看着他。没有，你想多了。太多诱惑了。来看飞盘呢、欸？来学习。那只一直要过来。感觉它很麻吉。不会啦，它看起来很温和，好不好？也知道有些东西是一瞬间就把它吃掉了。走吧。狗不会吃狗好吗？爸爸也太担心了。虽然是宠物狗，但它其实天生是牧羊犬。小朋友练习前，像像练习啦。跑走，哎、欸，不要跟着他走啊！好可爱哟！有一只松鼠跑过去、欸，走吧，陈小旺走。我没有想到这么早就给你养到狗了，本来想说长大再给你养。哪一只？不知道啊，但是我本来想养猫哎。还很棒哎、欸，练习牵它，牵得很不错了。现在也牵得很好了，对不对啊？香香牵它会累吗？不会哦，那要有耐心，好不好？喂喂喂喂，就是你在闹事，对不对？